那时候机台的问题，然后我来帮客人处理完之后，然后我就去想说买个宵夜，买完之后就是突然想说，不然再回来看一下，看那客人玩的怎么样。就那时候那个爸爸带小孩子来的时候，应该是跟那个夹克是朋友啦，然后他就在跟朋友聊天，聊着聊着，他又突然找他小孩子找不到，然后就在叫他小孩子，然后有可是有听到声音，然后以为在后面，所以我们那时候跑去后面看，可是没有，又听到声音就是很小声的，然后我就突然回头就看到，哎，有一个头在这，所以那时候就赶快就过来开门，然后把小孩子抱出来这样子。对啊，那时候他到底怎么进去啊？你可以帮我比一下，从哪里？他应该是从这个，他是从这个洞进去的。对，然后进去之后他就站起来拿这个娃娃，他可能是想要夹，夹不到。那小孩子可能就是大概就一两岁，很小，然后还不太会说话。啊，刚好就钻了进去了。对，就刚好钻进去，然后就露出一个头。如果他没有站起来的话，我们可能会没发现。不知道、哦。对啊，对啊，对啊。你第一次遇过这样情况吧？对啊，以前是有看过猫啊什么动物之类的，可是小朋友进去还是第一次看过。